会令时间普罗万装饰季节，这个节庆是法国规模最大的中世纪节庆，一年一度，一般在每年六月的一个周末。那在中世纪的时候呢，普罗万正处在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路上，从各国涌来的商人带来各色货品在这里交易。13世纪开始，法国呢也举办香槟酒展览会，每年春秋香槟酒展览会都会在这里举行，这使得普罗万成为欧洲贸易的焦点之一。在2001年12月，它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文化遗产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